贺龙也是这样讲吗？对，因为我在我的节目有报过这个新闻。哦，对，我确实也有讲那个资金潦草，然后有引发当事人不太开心。哦，是这样子。我刚是说潦草吗？你刚说很丑。哦，我刚说很丑，更严重。2023年发生了许多事，请问台湾人票选出最能代表2023年的代表字是什么呢 ？A. 缺 ，B. 淡。请作答。好，有不一样喽，你看就会分出喽。为什么是淡？我们缺淡嘛？不可思议的缺嘛？哦，对，不能接受的缺。哦，好。缺到后来，现在俄罗斯也缺淡啊，所以我选。好，我觉得蛋好像太具象了吧。然后我印象中那个新闻照片我有看到，他还写了一个书法字，我记得那个字就是超级超级潦草。我想说我写的可能都比较好看，印象中应该是缺吧。印象是缺，贺龙也是这样讲吗？对，因为我在我的节目有报过这个新闻。哦，对，我确实也有讲那个资金潦草，然后有引发当事人不太开心。哦，是这样子。我刚是说潦草吗？你刚说很丑。哦，我刚说很丑，更严重。小心啊，很艺术，很艺术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缺。所以我是不是要去撑几滴小雨伞？还有我，你们两位，请到那边稍微坐一下，来下一下音乐，谢谢。来，请到前面。刚好是懒人郎。